好，那我们继续从那边出发哈。啊，干！还好没有扣钱。哎呦，站不好你就摔下去了。这边是地下室哦。哎，不对啊，这边不算地下室啊。我觉得我的 OPS 站就在附近而已。从这边看的话，我的 OPS 站在哪里？不见了。Log 23. I'm a coward. Either that. I'm a coward. Laura won't let me sitting here for hours, staring at my wrists. 哎，干！我觉得这最后一只 boss 哎，我怎么觉得？万一我打完，干那些55都还没去，要怎么办？要去这个场地，感觉就是 boss 战啊。Scratching at the door at the back of my mind. 啊，这也算武器哦。我们不喜欢拿这种的。And still, I couldn't do it. 啊，不然呢？不然要走到那，是不是？是我走错边吗？跳下去啊！嗨各位，我升级了一下我的那个装备。那路找了一下子，我升级我的胸部，脚的话穿不下了。我有做，但是穿不下，没有多余的点数可以穿。那我现在警卫装备应该是里面最硬的，我觉得看一看就最硬。那我路找到了，在这边，很鸟。我也不确定了，还没开发，但是觉得应该就是那边就对了。因为他不是，这里，因为我原本为什么会找到，因为他好像我打一打的时候发现他讲说 escape 哦，好像要叫我离开这边吧，逃离这边吧。那反正我也不晓得，我试试看是不是在这边好了。应该是没体力，加2000，他自己摔死了，很好啊。我不认为是走这边哦，因为怎么讲？我觉得我只是在重新走而已。Attention, all non-essential personnel must exit the launch area immediately.
但我怎么？因为我在这边已经很久了，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要在这边了、啊。感觉我好像有来过这里啊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叫我逃离啊？因为我觉得，哦，三楼到了，他写三嘛 ，OPS 站，靠，哎、欸，没有电梯哦，是要叫我下去吗？啊，干，三楼应该就在那边吧。两只哦，干，而且还要充电，这怎么打不见哦？我觉得会被秒杀哎、欸！不二三，好，先打那一只。干，两只都在打，超没水准，而且这一只会秒杀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我是不急着打，但是我一定要先找路啊，找到我的 station， 应该是在外面了。哎呦，我是很怕他发那远距离，那远距离真的，一发我就死。shit， OPS 在下面， OPS 在下面，往下走是。从这边跳下去吗？干，那也不可能啊！这边都已经三楼，你叫我往下走啊？那个，先把一只杀死好了。哎呦，如果要跟他打，直接就竞争打。我换个武器打，我也发现这只怪蛮夸张的，我也打不赢。因为我现在好不容易来到三楼了，干，怎么可以放弃这机会？我要赶快去三楼，把我的那个，你懂，把我的那个，把我的车站叫上来。然后你要想办法回到一楼，是不是？这个charge完之后，Oh God！